你的囡仔总嘛是社会骨肉，应该让伊转来去认做鬼种啊！囡仔生落来，阮食家来吃。先輩搁这么少年，若是无囡仔甲你拖咧，这未来前途一定是一片光明的。我就惊，我就想要甲我所有的怨恨拢出开伫个爷身躯顶。啊，不过话讲了愈歹听，我愈感觉家己足歹的。每礼拜到拜五暗时八点，台视生生世世。